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测试啊，测试一下极品飞车时期的一个平板体验效果。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开场的这个画面以及画质。我们可以看出极品飞车时期在小米平板上的使用度是非常流畅的，而且画面质感都非常优秀。没有出现任何的拖影。下面看到吗？说你去把这个拉倒吧。行。然后，三，然后你就按照他上面的那个号就行了。然后这块有一个人，这个人他说，我们的漂移。这个人得加一个什么？这个是专啊，我不会写。然后我看起来好看啥呀？我写一下。连活动都是耳机，我戴耳机吗？对，就坐在这个里面看一下。这个是一个大电影上写的，写了吗？然后那个叫何丽的是写的就是一台车，然后这个是广场，写的就是广场，弄的广场。以上就是我们做小米平板在极品飞车时期上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表现。然后三个 T 恤。